这个好像是第一次进来的样子，啊，名字有点难念，爬山胡椒，嗯，类似跟那种熊猫排人灸那些啊，都差不多一样。吃青苔的，吃青苔的高手。这一只比较接近它原本颜色了，啊，其他是有点褪色，我放在白色的盘子里面，因为刚刚要挑给客人。